香港都可以尋寶咧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任務遊戲獎賞 App， 由依家開始連續4個星期，只要大家咧跟住路線喺香港、九龍同埋新界唔同嘅地區打卡尋寶，就可以競逐豐富嘅獎賞啦。而且咧，獎賞仲十分之豐富添啊！想知點樣免費贏取大獎？等我即刻教大家啦。首先咧，下載咗 Move Hub App， 並且咧登入咗先。跟住咧，你喺主页找找洞嘅版面咧，就可以见到分有唔同地区同埋主题嘅寻宝路线。然后咧，你 click 入去 banner 呢度咧，就可以开始玩寻宝游戏噶啦。每一条寻宝嘅路线咧，都会列出寻宝地点，亲身去到寻宝地点度打卡，就可以获得鼠物一个同埋洞金币。集齐晒所需嘅鼠物之后咧，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鼠洞印章啦。然后咧喺活动期间，最快获得最多金鼠洞印章嘅用户咧，就可以按住你嘅排名咧赢取大奖。只要去活动详情就可以查看奖赏。喺寻宝期间所获得嘅洞金币咧，仲可以用嚟免费玩 App 入边嘅 online 互动真实夹公仔游戏啊！咁夹中咗之后咧，就可以获得额外嘅洞金币，用嚟免费换取 App 入边嘅奖赏。依家开户咧，仲会送你100个洞金币啊！想玩嘅朋友就快啲去玩啦！